个越挫越勇的男人，他又回来了。好了，今天呢最勇敢的当然就是杰明哥了哦。啊，是，他已经累积了三次了，真的。但是我现在在那个金融业超红的，因为很少金融业有这么像我这么愚蠢的。那么你当助手效果还蛮好，现在更精彩的是，人家在前面答他上不来，但他后面的解释注解都讲得非常好，都引经据典的胡说八道。今晚九点，东森综合台《全民新攻略》。